艺人贾静雯产后复工，一身黑色服装出席活动，完全看不出来她才刚生完小孩不到三个月。应该是很谢谢之前在产前，其实我一直都有在运动，所以我整个过程其实没有胖太多，大概就胖了9公斤，所以现在其实还没有到我最标准的时候，还在努力。我现在还差3公斤，对，还在努力。就差3公斤，贾静雯除了努力维持身材，现在还有一次顾2个女儿。虽然负担变重，但脸上却看不到辛劳，反而多了一份幸福感。他不会吃布布的醋，但他会吃我的醋，因为他觉得布布是他的，他觉得布布是他的。然后他会一直说，布布，你以后要开口要先叫姐姐，要先叫他的名字，然后要先比较爱他。他反而是会这样子，常常跟布布讲。提到家中两个小宝贝，贾静雯脸上藏不住笑容，而外界也很关心的还有她和老公修杰楷的婚礼。因为修要去当兵，所以我要等到他当完兵的时候我们才会计划。虽然8号晚上修杰楷在脸书上抱怨被艺人 JR 消费当罪素人，但贾静雯表示并不了解整件事情。虽然老公似乎被 JR 给惹火，不过却也没有交集和贾静雯两个人幸福的氛围。记者肖真寻亲台报道。